领要地。冲啊，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的人应该也在合肥等级了。何吴的军队来了，上吧，凭借我们的武艺守住合肥。是时候为下一步做准备了。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我就知道敌军会来，击退敌人，兵器部队准备攻击。我们去占领要地，冲啊！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我搞砸了，兵器已经动弹不得。有破绽！受死吧，孙权！姜文元，来也！失手了吧？不，还有机会。第二阵前进，誓死捍卫战线。上吧，我们一定要将合肥坚守到底。大敌魏国援军到达，这样下去，大本营就要被包围了。什么？他们还想要逆转战局吗？魏军的将领们真是斗志惊人。继续战斗下去，陷入困境的是我们。暂且放弃攻打合肥，所有人撤兵。主公，你没事吧？听闻您的危机，太师子义立即赶来，让主公顺利逃脱才是当务之急，就由吾来负责殿后吧。姜文元再次出击，全军追击孙权。我们去占领要地，冲啊！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现在小石桥应该已被毁坏，孙权会对退路大做改变吧。主公，小石桥已被敌军破坏，殿下无法过河了。敌人准备的也很周全，
没办法，绕道去寻找其他路线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冷静应对，把损害降到最低。我军的消耗相当大，暂且撤退，恢复精力。破绽！总算顺利逃出来了，想不到那座小合肥还差点被夺去性命。我能活到现在都是靠大家出力，必须重新崛起，一飞冲天，来回报大家。看您，太师，李猫，吕蒙，防御态势，冲啊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那里，弟兄们，拿起精神来！我们要攻打那里，都跟上！有破绽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，压制那里。各位，请跟上在下。
要攻打那里，都跟上。敌军的包围网已被冲破，各位，现在正是转守为攻之时。无论面对怎样的大军，我都不会畏惧，一定要击退魏军，守护孙武。吴军的士气似乎相当高啊，如果不能击败曹操，恐怕不会撤退。对手用兵还是很精到啊，但这一战我可不能容让。魔战！什么？敌人已攻入大本营，孟德有危险，必须赶快去救援。瞄准主攻，有我等坐视不管，立刻派兵前往大本营。这是谋算得来的胜利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。孟德，你没事吧？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你来了呀，夏侯惇。脱离困境的人果然是你啊。报告，曹仁大人的援军已到。不愧是曹仁啊，是你的细心救了我的性命。我的智略竟然输了，我已击败敌将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。停下！这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，在这里加强守备。肚子饿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有破绽，我已击败敌将。太大意了。